首先关心的来自家己切消息，这是十二月五号是国际志工服务日，该市政府在六号举办的庆祝活动。市长免费强调，志工服务是城市进步的指标。未来在十二月二五号市长落任之后，将永久担任着家己市的志工，来替家己市打拼。一站行过一站，市长免费听出各种类志工服务队代表的欢呼，更感受志工满满的热情。最后，黄免费相当感动，也宣誓要永远担任嘉义市的志工。今年12月25日，我虽然卸任了，我跟副市长还有几位的局处长，我们虽然都要离开了，但是我们只是离开这个职位，我们没有离开嘉义市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跟大家一样，我们做嘉义市永远的志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在这里，免惊啦。担任嘉义市长时间长达9年多，落任时间正在倒算计时。日前一度传出黄敏惠要进入中央，接下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。但何尚武黄敏惠在举办台湾灯会会场，参加庆祝国际志工的活动，强调家己走袂去。市长，你要到哪里？到哪里？唔好听遐济。我讲吼，照着讲啊，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。你跑不掉的啦，我也跑不掉的啦，对不对？吴明辉也从那边将回忆过去几年所争取的重大活动，包括2008年国庆晚会在嘉义市，2009年全国科展，2010年台湾灯会，2011年世界观光年会，2012年嘉义市成立30周年，在喷水医院举办跨年晚会，2013有亚洲双管年会，2014有全民运动会和电影《卡农》的首映会在嘉义市。同时，吴明辉表示，志工服务是城市进步的指标。103年，嘉义市志工人数突破10000人。吴明辉强调，这是全体市民的光荣和骄傲，象征嘉义市志工服务工作迈向新的里程碑。同时，活动现场志工以签名的方式赠送吴明辉一张卡片，感谢吴明辉9年来对志工服务人员的重视。吴明辉也特别强调，志工服务是城市建设重要的软体，所以要求市府团队以及主管到场表示对志工的感谢。新闻客家红嘉义市采访报道。